大龄社会新鲜人，屡试不上被先老。我在职场找工作的时候，27岁，其实不是很顺利这样子，因为起步比较晚，基本上比较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。这期间我有一直去面试，而且面试的机会非常多，但是都无疾而终。应征一些大品牌，然后那些主管就跟我说：“你30岁了，你 OK 吗？你可以站很久吗？”今天晚上9点钟，爸妈酒很大。